身喝进杯中的茶，以感谢茶人与大自然的恩赐。那么接下来呢，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欢迎他上台，有请江坤老师。让一下。刚才呢，您欣赏到了我们的茶艺表演，然后呢，也喝到咱们武夷山的大红袍，您觉得口感如何呀？挺好。刚才喝的头一碗茶是甜的，我以为里边是小米呢，后来一看原来是红菊花，红是桂花。桂花啊，非常好，喝点茶挺有味儿的。好的，谢谢。那您平常喝咱们的茶吗？喝武夷山的大红袍吗？我是应该像不像演员走遍祖国大地，哪儿的茶都喝，哪儿的茶都品，大红袍非常有名，我们大家伙儿既喝茶又记这个品牌。好，谢谢江坤老师。那您去过武夷山吗？很遗憾还没去过。没关系，欢迎您下次去，然后去游览我们的那个山水，然后去品我们的茶好吗？这样，今天这个机会啊，非常的难得。然后我有一个小小的请求，希望您能给我们现场留下墨宝，您觉得可以吗？好，可以。好，谢谢。好不好？往后站，因为就好，我们来看看江坤老师给我们留下的字是武夷山始悠远大红袍茶奇香。也知道这个武夷山因何而有名，那么就是800年彭祖的儿子，一个叫彭武，一个叫彭仪，他们两个人的名字命名了武夷山，所以我写武夷山始悠远，大红袍茶奇香，谢谢。武夷山